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经本第六面，第六面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最后一句，于是先师绘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从这一句看起，黄老、夏老汇集的这个本子。印出来之后，很快的就流通出去了，所以不胫而走，这个胫就是小腿，不胫是虽然他没有腿，走得很快，传播得很快，意思是传播得很快，这是当时的现象，因为社会的不安定，中日战争起来了，这是战前的事情。这个山东这一带也是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夏莲老这个弘法的工作当然就受到阻碍了。社会一直到现在都不稳定，这个全国解放之后又经历了许多灾难，这个他后面呢都讲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算是安定了。宗教的活动渐渐恢复了。所以夏老居士告诉黄念祖，说他的这个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来。夏老讲这些话，同学们听到都不以为然，感到很奇怪，那么到以后这几十年过去了，果然如是。那么由此可知，法运的兴衰老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当年最初印的本子不多，前面提过这个慈州法师在这个济南讲这个汇集本，我前面跟诸位报告了，那汇集本大概还没定稿，老人修订过十次。慈州法师用的本子不是最后修订的，不是定本，因为他的扩判我看到了，老人用的这个本子，汇集本全经一共分为37品，也许就是用37道品的这个意思吧，37品，这个扩判我手上有一本，
啊，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本子啊，现在这是最后的定本啊，一共分为48品啊。可是这个慈州法师对这个大经啊，算是最先啊开的这个先例啊，把科判交代后面了。我依据他老人家的科判啊，用现在这个本子做了更详细的科判，分得很细啊。我们有科会，科跟经会在一起，这个科会的本子流通量也很大啊，应该我们此地这里有啊，没有这叠本子，有这个装订的本子啊，有科会，还有一本呢跟这个李老的梅柱合印在一起啊，科会跟梅柱合刊本啊，这个本子也印得很多啊，那么可以作为学习研究啊，这个大经的一个帮助啊。说佛界赠许多一绘本文简一封啊，文字确实比过去这个原译本跟两种汇集本呢是要简单多了，容易多了，而且意思呢非常圆满啊，前面两种译本确实的夏老这个全部都把它补过来了啊，都补过来，这是很难得啊，此长立远啊，理圆满没有欠缺啊，文字非常通畅啊，让你看到很舒服，讲说赞扬流播中外啊，用这个本子讲无量寿经的啊，讲说啊，赞叹宣扬啊，流播中外这个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在做啊。什么时候开始呢？李炳老往生之后啊，在他老人家在世之前，我们想做啊，老师不同意啊，说这个本子有争议啊，就是佛门确实有一些障碍啊。我那个时候想讲，老师说不行，你年岁太轻了，分量不够，如果讲这个经别人对你批评，你招架不住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那个时候印了啊，印了1000本啊，我记得是韩馆长50岁生日，我们想讲这个经啊，给他祝寿。啊，李老师不同意，我们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大家没话说了。啊，这个争议多半都是出自于嫉妒障碍。啊，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不能避免。啊，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无论在德行在智慧都比不上古人啊，连他们都遇到这么多困难啊。你看这个汇集本前几年啊，大陆上提出反对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现在呢这声音没有了，因为国家宗教局肯定了啊，大家真没话说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念功注这本经呢不容易啊。
非常的艰难呢，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见者闻者欢喜心受，持诵印行络绎不绝，这几句话是真的啊。李炳老往生之后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在美国发起印这部经典啊，因为这个汇集本李老师手上他只有这一本啊，讲解的时候他做了眉注啊，自己用毛笔写的啊，小楷行书写得非常好啊，他老人家把这个本子给我啊，我手上保存这么多年没人看见过啊，所以老人往生我就把这个本子拿出来发行印一万部流通啊，作为纪念老师往生啊，这个本子大家看了之后真的像此地所讲的，见者闻者欢喜心受啊，持诵印行接出来啊，所以这个本子现在流通在全世界，分量是很大啊。那我们过去讲过十遍，这个光碟啊 CD 也流通的很广底下说，近且蒙海外佛学界收入新印之序藏啊，这是有这个意思，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那海外这么多年印藏经不少，但是没有把这部经收在序藏里头，这是等待我们将来努力，我们一定会做到的。这样行见大经光明啊，常照世间啊，这些都是实话。所以细贤汇集之甚愿呢，兴高远成。过去许许多多人都想到啊，无量寿经应当要做汇集本，要做一个标准的本子来流通啊，就王龙书做过，魏默生做过啊，但是都有遗憾，都有缺点啊，所以夏老第三次做这个工作啊，过去人这些确实他都能够圆满的把它修正过来了啊，成为这样子如黄念老所说的文简意丰，词长理远，啊，像梅光系居士所说的，虽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稀有难逢的因缘呢、啊。啊，他这里讲啊，无量寿经之善本呢、啊，这最有完美的本子。于自清闲啊，此设为稀有难逢之大师因缘也啊，不能够啊等闲视之啊，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我们今天有幸
遇到这个慧基本，也是稀有难逢的大师因缘，我们遇到了。过去十次的讲解，前面几次我没有看到这个注解，我是依李老师的眉注来讲解这部经。第一次讲解的，我记得是在新加坡。新加坡讲第二次，第一次在美国，第二次在新加坡，用的时间呢是60个小时，因为我到新加坡去讲近一个月，一天2个小时，一个月讲圆满。这个袋子很快就流通出去了，而且流通的范围非常之广。每个人见到都欢喜。下面这一段是念老说他为这个会记本呢做注解的因缘。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念祖乃居夫凡夫，这他老人家谦虚，夫是烦恼，就是烦恼系缚的下凡呢，凡夫里面不是中上根呢，是下根的。谬蒙先师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属。这里都是谦词，没有是错误，老师错卖过了。我没有这种能力，而老师期望我做。这一桩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经汇集出来了，一定要注解。没有注解，这个里头有很深的奥义。初学的人不容易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注解是有必要的。我在前面序文里面也说到这桩事情。弘扬此经，用注解来弘扬。我们今天用演绎来弘扬这个注解，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大事啊！黄老注经是受老师的嘱咐，也就是老师的命令，交代他，他在这一生当中要做这桩事情。夏老在一生，这个汇集经的工作做完了。黄念祖接着把这个大经做一部注解。于虽初发大心，但以障身会前，承此重命，实生惶惧。惶是恐慌啊，惧是害怕了。这个使命太重了。这个地方
我们看作他老人家的谦虚，可以，是相当谦虚。这个任务他老人家完成了。没有辜负老师的付出。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下面他就说因缘，所幸呢，曾参先师讲习，亲闻此经全部。下老会集之后，自己讲过这部经。这是黄念老，他有这个缘分，亲自听到老师讲这个经典全部。他一堂课没缺，且于20载随侍之中，这就说到他跟老师2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20年没有离开老师的身边，得领禅静密各种玄奥，初晓先师汇集大经之身心。跟老师20年了，天天听老师讲经说法，下莲老通宗通教，贤密圆融啊，虽是在家了，真是一代的佛门大德。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慈悲，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留给末法往后9000年的有缘人。那遇到这个经就是有缘人，遇到这个经就有得度的机会，你说多难得。这是说明他之所以被老师嘱咐做这一桩大事的因缘。老师对学生当然了解，跟到老师20年了，学生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慈悲心，能不能担任这个使命，当然很清楚，选中了黄念老，所以我常常说，一听到他老人家的名字，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下老的传人。鼓励大家了，多亲近他。这个缘分、福分都不可思议。60年代初，这个60年代就是1960。1960年年的初，曾试写此经玄义之提纲一册，陈思建海兴蒙印刻。他就开始做初步的工作，写个提纲。提纲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概论。它叫概要。那么我在过去讲经的时候，是用他这一份资料，我编了一个大纲。也许有同学见过，在过去，多次讲过的时候，我有一个概要。
那么从这个里面揭露他的精要，这个样子在讲习里面可以缩短时间。啊，虽缩短呢，大概也讲了十几个小时。啊，把全经这个要义呀，为大众做一个介绍啊。那么他做的这个寻义的提纲啊，夏老看到了啊，同意认可了啊，但经文革豪杰，此稿已荡然无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遭了难了啊，他也被抓去批斗啊，啊，因为学佛嘛，都戴上高帽子，牛鬼蛇神啊，家也被抄了啊，这个写的这些东西都被烧掉了啊。经过这一次的浩劫，现于你古稀，欲古稀，古稀是古人讲的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啊，这是唐朝杜甫说的啊，所以七十就是古稀之年，欲超过了啊，七十多岁了啊，我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复读续集啊，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受了很多苦难，所以晚年的身体不好啊，毛病很多愧深恩之未报，惧无常之将至。这个话是真话了，老师交代的使命没完成，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年老多病，害怕了，哎，害怕是寿命呢不够来完成这个工作，就常常担心这个，于是奋老病之参神，即传灯之弘誓啊，这是我们亲自看到的，日以啊，夜以继日啊，不眠不休啊，做这个事情啊，写这个注解。写注解也不容易啊，写了之后不满意再修改。啊，最后到定稿的时候，我跟诸位说过，当年这个书是用油印印的。啊，大概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油印。啊，应该五六十岁的人呢应该知道那个资料很差了，印出来的字都模糊，我相信他带到美国去的这一本送给我的应该是在他油印本里面最清楚最好的这一本啊，他送给我。啊，我看了一遍之后非常喜欢，非常佩服啊，无量寿经毕竟有这么好的一个注解，真正是难得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你有没有版权？他说没有版权，我说没有版权我就翻印了
啊，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就印了10000本，啊，精装一册，它原来是4册，啊，4册装订的，我们改成精装一册，就是现在诸位手上所拿到的。啊，这个已经是好几版了。啊，因为原版呢，我们印的10000册，现在还很容易找到。啊，原版前面有很多照片，啊，就有这个慧老法师给夏莲居做证明的这个照片都有，啊，我都把它印在前面。这种精神难得了，以此身心供养三宝，闭门谢客，全力助尽。啊，他不见人了，啊，把所有的精力、时间、精神，啊，通通用在助尽。那诸经收集参考资料，啊，难得，我认为这是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的加持，他能想到的这些资料都有人供给他，啊，我在他的书房里面看过他一些资料，我也叹为观止，这不容易啊，从哪里找这么多东西啊。啊，冥冥当中啊，威神加持啊，啊，他所想要的资料都能找到，啊，啊，即报先师即十方三世上士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万一，真诚清净。慈悲报恩之心呐，上报丰恩呐，报私恩呐，下报一切众生恩，法界众生。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知道感恩。啊，他写这部书多辛苦啊！为谁写的？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本子，就是为我写的。你得到这一本，就是为你写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得到了，你能把这个注解看懂。疑惑断了，杂念放下了，一心念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接引的？黄老居士接引的。你才晓得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没这个智慧，没这个能力，写不出来。发现现在方便呢，影印流通啊，这是我们自己报老人之恩与万一啊，我们给他宣传呢 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本子越多越好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里讲过，将来佛法到灭法时期了啊，这就是什么？9000年之后，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无量寿经最后灭。
所有经灭了之后，无量寿经还存在这个世间100年。啊，那100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这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遇到这个名号，那都是有特别的缘分，都能得度。这法门不可思议啊！世尊多次宣讲，不可思议，翻译不可思议，汇集不可思议，注解也不可思议。我们依教奉行，自己得利益，啊，自己的利益也会影响别人，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他会受感动啊，他自然就跟你学。啊，所以你自行就是化他。啊，何况如果你要能讲解，为人演说。啊，这是你演说的参考资料啊。啊，你能够引印流通啊！现在科技发达，我们学佛也得活学活用啊！这么大的一本书，一送人，人家一看，哎，这分量太多，我没时间看。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敬重的宣扬，确实，在现前这个时代，比哪一宗好像都顺利，比哪一宗好像都兴旺，什么原因呢？啊，得利于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啊，过去这个14的讲演，我们有光碟，有卫星，有网络啊，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啊，所以戒严的人就多了嘛啊，在过去没有，过去就是靠书啊，书的分量少啊，还得靠人读啊，他不读怎么行啊？啊，所以光碟流通就大了，啊，这个量就大了，啊，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啊，我们最初讲的这个经，一片光碟才录1个小时，啊，新加坡讲的那个流通到中国大陆啊，60片光碟，不少啊。那现在呢？现在大概2片了，这变成2片了，啊，越来越进步。啊，我相信，再过个2-3年，1片了，啊，60个小时1片，啊，这对大家的学习就太方便了。啊，那么我还提倡啊，有读诵的无量寿经啊，你不愿意念这个，你把电视机打开，有读诵的啊，读诵里面有经文，有音声，没有人像啊，有经文，有文字啊，有读的声音，帮助你啊。啊，那这一次我们来做这个演绎啊，就是完全来讲黄念老的注解，我们是报他的恩呐。
啊，他老人家晚年这样的辛苦，这我亲眼看见的，不能辜负他。啊，我们这个能做成管理，啊，也能够把它做成这个文字的读诵，啊，有文字，有讲解，不必要人像。这是说这个老居士这个注经的因缘。下面呢，这是介绍这个经了。这个经七理七机，这最难得的了。啊，佛以本经之殊胜，在于七理七机。啊，理是什么呢？理是自信的。慧能大师，中国人，我们提起来格外的亲切，尤其是广东人。啊，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广东的地方，特别亲切。啊，他老人家开悟了，啊，开悟了一年，24岁，我们称他老人家才有德行啊，其实他不老啊，24岁啊，啊，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20个字，啊，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自信什么样子？本自清净，这第一句，本不生灭，第二句，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本自具足啊！啊，具足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自信里都有的，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能现宇宙啊，能现万物啊，我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所以这个是能生、能现、能变，一切万法所生、所现、所变。能生的是理，所生的是事。七理呀，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自信本具的德能的理，啊，机是讲的众生对象，啊，这部经的时候对象，哪些人可以学？什么人都可以学。啊，上中下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啊，下面这两段呢，就为我们说这个问题。先说理，理者。实际离体，一切真如实相，真实之本际也。这一句是讲理
啊，什么是理呢？我刚才跟诸位讲的好多，跟此地的三句话完全相同。啊，实是真实。啊，实际就决定不是假的。啊，这是理体。就是讲的自信啊，讲的是能生能现能变的这个东西啊，这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六根接触不到啊，我们用想象都想不到，你想就想错了啊，到你时候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他就现前了。啊，所以佛经上常讲这桩事叫不可思议，你不能去想，你也不能去说，说不出，也叫做真如实相。啊，实相是真相啊。啊，真实的本迹，我们用现代话叫真实的本体，啊，在哲学里面叫本体论。啊，哲学上所讲的本体这个概念，到现在还都是模糊的概念，没有定论了。可是，在佛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毫模糊没有啊？为什么呢？许许多多的人，他真的吗？啊，释迦牟尼佛首先真的，在菩提树下啊，学生当中许多人也真的啊，真的就叫成佛啊，在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真正正的这个境界有几千人呢、啊禅宗里面禅宗录里面1700则公案，那就是1700多人他们真的的，他不是一个人呢、啊除这个之外的还有教下的大开元节也是这个境界，净土宗的念到离一心不乱也是这个境界。啊，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这不是假的。啊，证得之后你让他们讲讲，啊，让每一个证得的人讲讲，意思都相同。大同小异，说的话不一样，却意思完全一样。啊，这不是假的。啊，这个里头有具足有科学精神在里头啊。啊，他不用科学仪器来求证。啊，他用禅定的功夫。啊，禅定什么？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就真的了。我们实际上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你迷了。迷了自信，并不是自信没有了，自信在，你迷了。啊，《楞严经》上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
啊，言若大多，迷头认引。啊，佛讲这个故事，啊，说明我们凡夫迷失自信的样子。啊，这个故事要照佛经上讲的，我们还是不太好懂。啊，我们还有更好懂的故事，跟这个意思一样的。啊，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跟日本人打仗，抗战期间，啊，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就有军训课程，啊，就有了课程，啊，那到中学更不必说了。啊，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啊，军训里都有紧急集合，啊，限定3分钟之内，服装整齐，要到操场集合。那常常有这个言若大多、迷头人引的这故事出来了，啊，紧急集合，大家慌张紧张啊。啊，这一紧张就迷了。啊，帽子已经整整齐齐戴在头上了，服装穿整齐，出去集合了，到处就问人，问同学：“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慌慌张张，在找帽子了，就迷了嘛。啊，同学也知道，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一摸，果然在头上。有没有失掉？没有失掉，迷失了啊。佛举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自信跟佛自信没有两样。现在在不在？在。啊，那为什么找不到呢？迷了。啊，什么时候觉悟了，你就叫佛了。你在迷的时候，就叫你做凡夫。啊，就像紧急集合的人，帽子真戴在头上，自己不知道，到处去找。啊，就这种状况。啊，那么这三个名词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解释很难解释。慢慢往后看，渐渐就懂得了。啊，心越清净，你体会就越深。啊，这个浮躁是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啊，浮躁要不除掉的话，永远体会不到。啊，你所能学到的是语言，是皮毛。啊，是这些文字名相，你学的这个东西。真实的道理你没有办法知道。啊，你的心越清净，体会就越深。啊，到你平等心显现出来了，差不多你纵然没有开悟，也接近开悟的边缘了。啊，清净是见思烦恼淡薄了。见思烦恼断了，真正清净心就现前了。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现前了。啊，那我们的心不平怎么行呢？啊，为什么不平？有我就不平。我总比别人强一点。叫傲慢呢、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有我就有傲慢，啊，你不承认也不行。佛说的很好，啊，为什么呢？你有我，你有莫那什啊，莫那什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大乘法里头。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是我，不是父母生下来才有我，父母未生前就有我啊。啊，在我们一般人讲呢，灵魂，在佛法讲不叫灵魂，叫灵性。啊，他有没有我执？有。有我执的时候，叫他做灵魂，不叫他做灵性。为什么呢？他的活动空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在六道里头转，出不去。啊，为什么他迷了？他是觉悟了呢，他就超越六道了，那就不叫灵魂了，叫灵性了。他那个活动的空间就大了。啊，那个活动的空间是十法界，啊，他也出不了十法界，啊，为什么？他还有起心动念，有他无明没破，无明破了之后啊，灵性的名词也没有了，叫自信，他还原了，回归自信，啊，那叫什么？那叫佛了，真佛，不是假佛。一个东西，三个名字，一二三，三二一，啊，所以我们只要一念迷了，迷了就是把自性变成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的三细相，这转向就是摩那识，啊，摩那识的头一个我见。啊，我见就是执着有个我。啊，拿什么的我呢？执着阿赖耶的一份。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份能量，叫大家好懂。用现在名词，一份物质。啊，或者我们不说能量，说得更清楚点，一份信息。摩那是信息，阿赖也是能量。啊，境界相是物质。现在科学讲，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啊，能量、物质、信息。哎，跟阿赖也的三细相是一个意思，但是他讲不清楚。啊，物质从哪来的？信息从哪来的？能量上他就不知道了，他就不晓得了。啊，佛法里说一体，那就是自信。啊，在不迷的时候，是一体，你分不出。哪是能量，哪是物质，哪是信息，分不出。就是能大师所讲的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有，他不现。啊，他显现出来的时候，那是有个缘分，那叫一念妄动。啊，起了一念呢，他就现现，就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我是正报，环境是依报，依报跟正报同时起来的，没有先后。啊，这个在《还原观》里面讲得很清楚，从一体起二用，啊，二用就一个是我们的正报，我出现了，另外一个我的生活环境出现了，就是宇宙。啊，这个是现代科学哲学都没讲得清楚啊，在佛经上
三千年前讲得这么清楚。啊，非常可惜，这些科学家们没福报，没看到佛经。要看到佛经啊，我相信那些人很聪明啊，啊，一定大幅度的提升他的境界。啊，这为什么说你有烦恼呢？阿赖耶识啊，不是摩那识，你看有我见。跟着我爱，我爱就是贪，我慢，我慢就是嗔恚，傲慢嘛，跟嗔恚是连带的。我痴，所以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你怎么会不傲慢？说傲慢与生俱来的，自然带来的。啊，一念不觉就迷了，迷了就产生这个现象啊。啊，世界离体里头没有这个现象。啊，它的现象是什么？是智慧，是等等。是相好啊，一念起来的时候他就迷了，就变成贪嗔痴了啊，就这个信息就发生了啊，也叫真如实相啊。真是讲的体，能生的啊，能生能现的本体。如是讲的相，现象啊，现象是从本体变现的，现象跟体是分不开的，所以叫性相不二啊！啊，这个也不好懂。古来的祖师大德啊，佛经上也有说，常常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啊，把精比作体真。啊，精所做的这些器皿，那是如，怎么叫如呢？它就是精。啊，你说把黄金，啊，做一串念珠，这串念是不是黄金？是啊。啊，把它做个戒指，啊，做个手镯，做个茶杯，那都可以做啊。啊，所以说是。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相不二。你从相上你就看到黄金，那你真识货 啊！如果你不识货，你把金跟这些气的时候分开了啊，我让你啊拿黄金来，你看看那个所有这些器皿上。没有啊，这没有黄金啊。啊，镯子是不是黄金？啊，杯子是不是黄金？这碗是不是黄金？全是黄金做的嘛。啊，叫你拿黄金了，你找不到。对吧？迷了，就迷了自信了。要悟的时候拿黄金了，随手拈来。样样都是嘛，啊，所以性相不二啊，啊，性没有现象，虽然现的现象像是幻象，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讲啊，万法皆空啊，了不可得了，这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给你讲真话。啊，这真如。啊，实相实际上就是真相啊。啊，你要认识真相，真相是什么？相里头有性，性相没有离开。
这是真的。啊，心不可得，相也不可得。啊，心要是不可得，相怎么可能能得到呢？啊，所以一部六百卷大般若，佛给我们讲什么？就是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今天烦恼从哪里生的？不可得的，一定要把它得到。你不是叫找自找麻烦吗？啊，你的苦恼没有边际啊！一下觉悟了，苦恼就没有了。啊，真相明白了，不再执着了。啊，不再打妄想了。受想行识都不可得，都是假的。啊，受想行识从哪里来的？是从自信里来的。自信有四境的，见闻觉知是真的。迷了之后，从见闻觉知就变出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我们称之为心理呀、啊，那心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心里面是清净的，这清净平等觉那是真心。啊，妄想分别执着肯定是妄心。经上讲，会以真舍之力，会是送给你。啊，诸佛如来，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部经上给我们真实的利益，这所以诚意真实啊。那么这部经助真实慧，你看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会以真实之力啊，诚意真实也啊。这是说这个经呢其理啊，不但切理，圆满的切理。啊，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这个话是彭济清说的。啊，他是前清乾隆年间的人啊，这是我们佛门的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很了不起啊。他说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华严经就是大本阿弥陀经，一二三，三二一，华严讲的详细，弥陀经说的简要，便于扩诵啊，所以我在早年讲经常常劝年轻同学啊，真的要把净土无尽一论讲透，那一定要学华严。华严就是无尽一论的详细注解嘛。它是一不是二吗？啊，念公此地引的这些话，经中所全啊，这个经里面所全叙的所说的一切事理，即华严之
四离无碍，四事无碍之一真法界。这是说明《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说的详细，这个地方说的简要、简单扼要。我也是读了这部经之后，我就不讲华严经了。我年轻学经教，老师方东美先生介绍我读的经，就有华严经，而且非常偏重华严经。老师爱好，方东美先生喜欢这部经。特别介绍给我，介绍给我清凉大师的注解，有道理的，我记得弘一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介绍他们学习大乘经教啊，也是介绍的华严经啊。清凉大师的著述，你要接触之后，能够有耐心的深入，会法喜充满，能得受用，但是这个经太长了，我早年。黄老居士在60年初啊，我也是6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讲这个华严经，也讲了10几年，讲了一半，以后讲这个无量寿经讲得很欢喜。无量寿经既然是中本华严，那我就不必叫华严了，华严经自己读就好了。所以停下来了，也真正从华严经里面认识了净土，死心塌地修修这个法门，这些故事我在以前讲习里头，都曾经给诸位做过报告，那么这一次讲华严经是个特殊的因缘，三个人齐请。第一个，台湾的开心法师，都往生了。早年在世的时候，每一次碰到我，就劝我讲华严经。告诉我净空法师，你要不讲，恐怕以后没人讲了。不止一次，每一次见面他都提醒我，我很感激他，但是还没动心。第二次在北京，我去拜访黄念祖老居士，老居士很严肃的，也很慈悲，请我讲华严经。我也很感激他。他也是想到这个，以后能讲这部经的人不多了。我都没有动心，
第三次是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在病重的时候，实际上在他往生前两天非常恳切地要求我把华严经讲一遍，完完整整地讲一遍留一套录像，这个录像带，那个时候录像还没有光碟光碟不普遍这个电视拍电视的时候还是这么大的盒子，那个用袋子落地希望的时候留一套完整的这个录像带留给后人做参考。我因为他病了，病得那么重，我就安慰他，我就答应了，我说好，等你病好我来讲。两天之后他往生了，三次他老人家过世之后，我们就离开了台湾，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居士林讲经我跟李牧原居士谈到这桩事情李牧原居士非常欢喜，他说我代表这三个人向法师祈请，他那么一认真，好吧，我们就是这一次的华严经就在这个新加坡居士林就开讲了讲了这么多年，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大概全经的1/5。所以这部经要像我这个方法把它讲圆满大概需要多少小时呢？2万多个小时肯定超过2万小时我还能有这么长的寿命吗？长经短讲行2年3年也能把它讲完可是现在人听经，他越详细他越有味道像古时候人讲经的方法，别说太古了，就像我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讲经的方法，现在一般人都很不容易接受，太简单了，听不懂这讲契机的问题了跟现在人讲要讲透，要讲清楚，要讲明白，他真听懂了他生欢喜，真是有难处这一次我跟同学们说了，我把华严经暂时停下来我想停一年，这一年的时间呢，把这部注解讲明白，讲清楚为什么？这是中本华严现在整个世界社会动乱灾难频繁这一个月同学们送一份资料给我看，3月4号到3月7号一个月时间，全世界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11次，印尼发生海啸，
这样频繁啊，这样密集，许多同学看过2010的音频，我是四五十年没有看过电影，没看过电视啊，同学们拉着我一道去看，我看了回来，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不是偶然的，全世界联姻啊，在我们学佛的人说，这是一种感应，上天给人类的警告啊，如果不忏悔，如果不回头，不能断恶修善改过自新，怕的这种灾难是会是真的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年来，我们做三世心念佛事啊，我提倡啊，做49天。啊，正在开头的时候，这第一天、第二天，道场里面就有一个同修被附身了。来找我啊！我问的什么事情？他说：“你不晓得，现在灾难很严重，时间很长。”啊，给我说出严重的程度。我说：“大概有多长啊？”他说：“大概是3年到5年，这么长的时间。”他说：“你这个49天。”佛事收不到效果。我说那怎样才能收到效果？他提议是100个期，就是信念佛事要做700天。我听了之后，我说好，你走吧。啊，然后我就找实际上是老和尚。啊，满城老和尚，啊，他也往生了，去年往生的。我跟他商量，我说老和尚怎么样？老和尚一口答应。啊，所以在实际禅寺第一次做100个期、700天的这个心念佛事，啊，鬼神附身来要求。这个法会到3月25才圆满啊，700天。那现在看到这个灾难就越来越多啊，当时我在台湾呢治牙齿啊，牙周病啊，我告诉悟道法师，他的道场在台北，我说你回来之后，在台北期间，700天的佛事。啊，悟行法师在台南，我说你在台南也做700天的佛事。啊，我说我配合你们，起讲无量寿经。啊，所以他们都欢喜。啊，我说我们讲这部名扬两利呀。啊，希望将讲经的功德回向给虚空法界，希望能化解灾难，纵然不能化解，让灾难减轻延后，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 这一次我们讲经的因缘啊，
我们希望把这部经啊，这是夏老用十年时间啊，给我们汇集这样完美的一个标准的本子啊，黄念老啊，不顾年老多病啊，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完成这个著作。我们要不认真努力，好好的学习，怎么对得起这两个老人啊？所以说我告诉我们这些同学们，我们大家发现啊，真正要拯救这个灾难能不能？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正如法的道场出现了，怎么整个地球人灾难都没有了啊？什么道场呢？僧团。啊，什么叫僧？僧的意思是六合敬啊，里头有六个条件啊，啊，这六桩事情都做到了，就是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这叫众啊，这就是个团体啊，遵守佛陀的教诲，见火同解，这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建立共识啊。我们在一起修学的人，思想一致的，见解是一致的啊，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啊，这个是六合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二，戒火同修啊，大家在一起一定要守规矩啊，规矩是什么？规矩是戒律啊。第三个是生活同住啊，这我们住在一起，口和无争啊，大家是一团和气，没有争论啊。异火同悦，在一起修行，在一起生活，欢欢喜喜，法喜充满。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也就是我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待遇是平等的啊，没有哪个人有优越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他僧团里面呢，就这么简单六个规矩啊。他的僧团很大，1255人，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啊，人人都能够遵守这六条。现在能出现这么一个僧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诸佛护念，一切天龙善神拥护，你这样不会再难啊。但是这样的僧团，我在30年前第一次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啊，我遇到喜成法师啊，我们非常投缘啊，很谈得来啊。他是香港也是佛教领袖之一啊，也早几年都往生了啊。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啊，我说我们能不能发心找5个出家人，志同道合，无比丘，我们来落实六合敬啊，来组这个僧团啊。他听了很欢喜啊，我在台湾，他在香港
谈得很欢喜，没法子落实啊，不容易啊。现在道场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那怎么行啊？啊，真能出现这个僧团的时候，这一个地区灾难就化解了。有没有人肯真干？啊，怎样才能落实呢？做到无我就落实了。起心动念想别人，如果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想自己，就不能落实。啊，入佛门头一关呢，破我执啊！啊，你看这个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五种，头一个就是身见，啊，认定了这个身是我，一切都是为我身去着想，坏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所以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全起来了，怎么能跟人家合伙？啊，所以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不再给别人对立了。啊，不但不跟人对立，跟一切事不对立，跟天地万物不对立，那叫破边界。啊，然后再破尘见，那么叫默认尘见很深。啊，我以为怎样，我以为怎样就不能修随喜功德，就不能恒顺众生。那必须把成见放下，你才能修随喜功德，才能够修恒顺众生。这才是入佛门的第一步啊！啊，小乘是须陀洹呢，大乘是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啊，虽然才入门，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一切诸佛护念，你是真的佛弟子啊！那佛怎么会不照顾你啊？啊，龙天拥护啊，鬼神尊敬啊！所以这样一个僧团出现的这个地方就有福了。啊，有没有四五个人真肯干呢？舍己为人。啊，起心动念为释迦如来正法救助。起心动念为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不要想自己。把自己忘掉，才能做到六合敬。现在灾难现前，我跟大家讲过，啊，刘素云居士也跟诸位报告过，很难得。啊，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看法呢？要像印光大师所说的，把十字贴在额头上，啊。印光大师的官房我去拜访过，啊，苏州楞严禅寺官房里面一个小佛堂，不大，大概只有我们摄影棚一半大，啊，佛像背后写了一个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写一个字，天天想到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看了2012之后，我跟大家说，我们要把今天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天，
啊，明天早晨起来，我又是最后一天，天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什么都放下了，你才能得到清净心呐。来到这个世间，两手空空而来，走的时候还是空空而去啊，什么也带不走啊。啊，一心向佛，心里头什么都不要放了，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就这一念，除这一念没有第二个念头啊，万缘你才真放得下了啊，灾难来了怕吧？不怕，我天天想阿弥陀佛，天天想极乐世界，终于时候到了，我去了啊，丝毫恐惧都没有啊，啊，天天在等待，天天在向往啊，这就对了啊，这不是消极，这是积极啊，啊，我这一天，这是我最后一天，我必须断恶修善，我必须积功累德啊！为什么呢？提高自己品位嘛，应该的嘛。苦难众生，我有一天和一天，我全心全力帮大家一天啊！我帮大家一天，心底干干净净，这三轮体空啊，绝不着相啊，念念不舍阿弥陀佛啊，真能做如是观，真干能够有四五个人啊，这个活合僧团就建立了啊，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小道场。这个小道场光照大千呐、啊。我们学过《望经还原观》的人都知道啊，念头才一起，立刻周遍法界。啊，这讲信息灵通，毫无障碍啊，速度比光的速度快。比电磁波的速度快啊，念头才起周遍法界啊，诸佛菩萨知道啊，天龙鬼神也知道啊，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要有坚定的信心，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那么这部经，现在我们学这部经，这部经就是引导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圆满菩提所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无障碍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华严密二之奥之离体正在本经，故曰其离啊！这个经上跟华严经上讲的人完全相同。至于契机呢，这更是本经之独胜。这句话讲得好啊，独胜啊，
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那讲契机的话，那比不上这部经。所以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为什么？它契机经嘛。啊，这个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学。啊，简单容易，稳当，成就还特别殊胜。啊，这种法门到哪去找呢？所以，经中之持名法门，普被三根，其受繁盛。啊，这读圣呢？啊，用的什么方法了？用念佛的方法，念佛的名号。啊，你念四个字行，阿弥陀佛；念六个字也行，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六个字都是梵文音译的。啊，南无，意思是皈依、皈命、尊敬，啊，有这些意思。啊，这南无的意思。啊，都可以翻成中国字。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啊，无量觉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这个名号是我们自己就当人自信的名号。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寺上讲得好啊，啊，阿弥陀佛是自信弥陀，西方极乐世界唯心净土，不在外面。啊，一切法不离自信，弥陀跟极乐世界也不离自信，那换句话说，是我们自信变的。啊，自信弥陀啊！啊，再说别一点，自己念自己啊！我不念贪嗔痴慢呢，我不念自私自利，我不念名闻利养，我念自信啊！啊，自信是无量觉啊！啊，这个大经里面常常讲，这我们听得多了，学得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就现什么境界。我今天想阿弥陀佛，我想我的自信的心得，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明心见性就是望境还原了，用这个方法无比的殊胜呐！普被三根，这个三根是上中下不同的根性，啊，都能学。啊，其受凡圣，凡夫能学能成功，啊，圣人也能学也能成功，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啊，上上根是谁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实质啊，这是圣人呢，上上根人。啊，真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文殊普贤度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跟诸位同学报告过，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原来以为佛教是迷信，是宗教。不愿意接触，啊，碰都不碰。
啊，以后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他是从教科书里面告诉我的，他给我讲佛经哲学。啊，我向他请教，我说佛教是迷信，多神教、泛神教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他告诉我，他说你年轻，啊，你不知道，这释迦牟尼佛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才把过去错误的观念呢修正过来。啊，他告诉我，这个开导非常重要。佛法在经典里面，不在寺庙里。啊，这个指导太重要了。啊，那如果我们到寺庙里面去看的时候看不到，都看的是迷信啊。那么老师讲的话是假话了。所以他也是怕我起这个疑惑，在经典里面叫我到经典里面去找佛法。从经典里面去学习。啊，以后没有隔多久，我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教我读的书，那是我最早读的佛书。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说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做了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原来跟宗教不发生关系。啊，那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他是什么人呢？职业老师，一生教学。啊，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往生的走的。啊，教学49年呢。乐此不疲啊！啊，跟孔老夫子一样啊，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一生的教学工作啊，没有见道场啊！啊，山林树下啊，常随弟子不少人呢、啊，1000多人。那还有不常随临时来的，我估计他那个教学的这个场面呢，应该是在2-3千人左右，应该是这样的，啊，包括临时来听的，啊，应该有这么大的场面，啊，是我们想象在当时没有这些扩音器啊。啊，释迦牟尼佛讲经，经上讲的音声的，啊，那么大的场面，他能够管住，啊，能够摄受，啊，这个不是平常人能做到的。啊，又何况一应说法了，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是我们知道，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语言不一样啊，但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都能听得懂，这个也不是容易事情啊，啊，都能听得懂，那，啊，都能接受啊，是个好老师啊。啊，佛教变成宗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知道，很晚很晚啊，大概我想的时候。应该在嘉庆之后，啊，我们在乾隆的时候看到还是教学，啊，那些寺庙里面的高僧大德，啊，天天讲经啊，啊，天天在教学，
啊，乾隆以后是嘉庆，啊，嘉庆以后是道光，啊，嘉庆以后是不算是道士。是道光，啊，所以总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变质了，啊，我想真正大幅度的变质，应该是在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迷信，啊，她许多事情不像从前的帝王。啊，向高僧大德请教。啊，慈禧太后宫廷里面不再讲经了。啊，清朝宫廷里面经常不断，啊，邀请儒释道的高人讲学。啊，那么这个制度是慈禧太后把它废弃了。啊，宫廷里头不再讲学了，他喜欢伏鸡、伏卵。这个事情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国家大事问神，佛兰里都问神，所以亡国了。啊，我想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上行下效，啊，所以佛教变成宗教了。啊，今天说佛教是宗教，我们不能够否定。啊，但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跟方东美先生都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学习经典，经典里面有宝啊，有好东西啊。啊，它能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所以上上根人正好全体承担，完全接受。这意思完全接受啊，下下根者呢，也可以一指得度啊。你依照经典讲的理论跟方法认真去做，你能往生呐、啊，往生就成佛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上在文殊普贤法身大师义军发愿求生。啊，这叫上上根。下呢，到无逆施卧，这无恶不作的这些人，临终念佛了，也能够随愿得生。这个很了不起啊！啊，什么叫无逆？什么叫施卧？啊，今天时间快到了，没时间讲，明天我再跟诸位。啊，因为有很多同学不晓得什么叫忤逆，什么叫施卧，啊，这样恶行的众生，临命终时，遇到别人劝导他，他能信，啊，他真能够啊忏悔，真能够念佛，也能往生，真不可思议，不是假的。横出三界，云登四土啊！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底下这一段。